入境就直接送你 SIM 卡，而且有 1GB 免费的网路。今天是我来杜拜的第一天，要来取车，我们在网路上先订好的。机场的对面就是停车场，然后直接在停车场取车。租到车了，等超久了，等了快40分钟才拿到车。蛮快的，大概5分钟就到对面了。有阿拉伯风，然后那边有户外座位，就保留那个古董，特服吗？鞋子是他们阿拉伯传统的鞋吗？好酷哦！就是往前走，就是。我觉得这边可以排一个小时过来，好开心哦！充满了各种阿拉伯感。晚上坐在这里吃面感觉很 chill 欸，它另一边还有这种比较现代化，船比较新。阳台外推厉害哦，推得很外面。对，杜拜的路真的很干净哎。看夕阳哦。这就感觉很时髦哎。就是他们规划的一个就是新的世界这样子。觉得好像很漂亮哦。超漂亮的，很赞呢！这个天际线好漂亮哦。阿里发卡在这里，很漂亮哎。它这边有很多个这个白色的，这个可以让你拍照，很多网美照是这样拍。就这样从这个地方这样看过去，就把整个哈利法塔都拍进去这样。这边的女生也都是全身包紧紧的，好传统哦。是晚上7点钟，我们现在去吃韩国菜。来吃韩国菜。Like a bowl of M&M. Okay.
120哦，超快，然后还是一直在超车，超恐怖。看又来一波，太棒了，快到两台一起超车。回到杜拜了，我们现在准备要先去吃饭，然后我们今天住的饭店是这间。离杜拜梦还蛮近的，走路大概十几二十分可以到。饭店的楼下其实就看得到，但是刚好被中介主路挡住，只看得到头顶。刚那个饭店走过来，杜拜梦的那个捷运站大概五分钟，然后我就可以走捷运的空桥直接到杜拜梦，是蛮方便的。太久没有观光客吧，这间东西好吃，店员很亲切，对不对？跟着指标走，应该看得到烟火吧。穿越了重重的停车场，然后要走车道上去，不知道会去哪里，看得到烟火吗？他都跟看游行一样坐在路边呢，等看到他尖尖的头顶。角度超好的，其实撤的还蛮快的，就人潮没有想象中那么多，然后他们还有接驳车，算蛮贴心。会不会桥上也可以看烟火？真的要看烟火，请订饭店，蛮划算的，一个人大概台币5000块。就你就可以走路十几二十分，然后可以看到哈利法塔烟火，不用跟大家人挤人塞车这样。很近耶，这个饭店在这里，然后烟火在那里而已。回饭店了，准备洗洗睡。